玉璇，你講話。特別來想到楊貴先生，伊在1950年去抓伊關的時陣，伊拄啊47歲，47歲，好，就是我即馬即個歲，我今年47歲。伊1950年開始，咱即馬咧所講的白色恐怖的50年代，就是指迄個時陣。咱知影1947年發生二八事件。我就是出生在1947年，所以伊抓起是47岁，是我3岁时阵。但是二八事件迄个苦难，毋是干那1947年、48年、49年，是整个50年代台湾最上是伫迄个白色恐怖的时代。迄个时阵，杨贵甲真济台湾的文学家、艺术家拢伫绿岛。各位若较详细。最近这几天，若看到就是暗报的《本土副刊》咧介绍一个念影仔欧阳文、欧阳文哦，同款，迄个时阵嘛是伫绿岛，真济台湾的文学家、艺术家，伫50年代，因本身无一定是1947年的二八事件直接的受难，但是这些恐怖的年代，是有真济文学家、艺术家、政治意义分子伫迄个所在。因为伫迄个所在，伊常常编剧，咱看即几条剧内底，伊像伊个牛犁分家，我1970年，因为已经出来30冬的时阵，到7、8冬，伊5、6年出来，所以常常听到伊咧讲伊只戏剧，像牛犁分家，是讲咱台湾人伫即个岛屿，咱。袂使像牛甲犁来分开去，一只牛伊若无甲犁做伙，就无法度来犁田。所以伫台湾的土地顶悬，咱所有的族群，就爱像牛犁安尼，牛甲犁若分开的时阵，咱的田就会趴远去，咱就无法度来种植。伊足济戏剧，拢是表现出来即款的主题，就是一个共同努力。来创造一个和平幸福的台湾，迄款的主题。伊会当抓伊关，防抓伊关，就是因为和平宣言。咱知影，因为和平宣言，因为主张和平抓伊关，即款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真荒谬的历史。杨贵先生常常咧讲，拄啊，咱也介绍过，就是比起伊的太太叶桃女士来讲，伊是一个非常的。啊，会晓讲身体无啥好，对细汉的时阵就是真脆弱的，伊的肉体，但是伊的精神非常的坚强。伊讲伊将来都唔是暴力分子，因为伫细汉的时候，就开始啦，看人咧冲突相拍的时阵，伊敢若我伫边仔看，伊是敢若我伫用意志，伊是无可能用伊的身体甲人冲突相拍迄款的。所以伊伫主张讲，武力、暴力无法度解决问题，所以。伊咧讲和平宣言的时阵，伊嘛讲非常一款来误解、来曲解着伊的意思。和平宣言是1949年伊写出来的时阵，啊，这篇宣言呢，互人提起上海，发表伫上海的大公报、大公报。听讲陈诚迄个时阵，伊看到这篇的时阵，非常的生气，因为迄个时阵已经安排。要来伫台湾做省政府主席，啊，等于要来接受台湾的时阵，已经中国已经开始国民党政府要撤退的时阵，伊已经准备要来台湾，49年要来。要来以前无偌久的时阵，伊看到这篇宣言的时阵，伊就想着讲，这内底可能有表示台湾某种程度的异己分子，啊，伊伫遐在起什么作用？所以伊50年抓伊关的时阵。迄个时阵，拄仔讲进入台湾，所以50年代白色恐怖的事件，内底有几伊个内底有歌舞剧，也有话剧啊，像即个《四季红》，第一个即个《四季红》，伊就引用着李林秋作词，啊，邓丽君作曲，迄个《四季红》来伫伊个一个歌曲
歌舞剧，迄、那个歌舞剧内底是安排足济啊，甲老人啊，甲老太太，因伫遐伫快乐啊，啊伫迄款个啊，伊个内底迄个一个戏剧啊，叫《赤坎》，敢若拍拓迄个拓荒迄款个。啊，今仔日嘛足欢喜个，李林秋先生个公主啊，来自即个所在啊，我看。伊就是咱已经过身去，咱的前辈作曲家李林秋的公主啊。伊《四季风》这条歌引用伫剧本内底，啊，是讲伊牛犁分家，牛甲犁迄个分家分家即个吼，就引用到迄个像农家。等下，等下，嘘，袂使偷讲。所以有足侪伊的迄个作品来讲吼，迄个时阵我感觉讲，像咱台湾，我拄仔讲的。一九年代，咱八零年代开始有足侪戏剧，有足侪小剧场。有当有戏剧甲小剧场的时阵，一定表现社会小可有迄款的解放，小可有法度提供一个环境，予真侪人对社会的不满透过戏剧来表现。我拄仔讲，像上过夫伫1930年代台湾，就思考到这个社会问题。迄个时阵是规个世界拢是伫迄个反恐迄个。整个所以资本主义所形成的这款的贫富不均，也是迄款的对弱小啊，对迄款的阶层的迄款的压迫的这款反抗。咱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日本伊在读册的时阵，也受到真侪这款的影响。但是迄款的时代有真侪知识分子、真侪文学家、真侪艺术家会当来表现迄款的戏剧。咱伫80年代，伫即卖咱就看出来有较侪这款的情形，但是因为伊伫感觉内底所做诶即款诶戏剧，不管是歌舞剧，也是爱话剧诶，拢某种程度来表现啊即款诶心情，即款诶心情。所以台湾诶文学家伫迄个时代就形成一个抵抗、甲自我批评诶迄个一个传统，因为伫迄个时代内底，文学家伊感觉袂使讲关伫房间啊内底，无去关心着社会。像尤其即款诶文学家，伊关伫绿岛诶时阵。伊嘛拢无停来写遮个剧本，来伫遐演出遮个啊遮个戏剧。伊真侪只剧本拢寄予足侪朋友呢，是出来个时阵有真侪朋友把即个原件阁寄予伊，把遮资料阁寄予伊。所以上，我相信有真侪咱台湾个文学历史个遗产，拢像即款个同款。伫咱50年代白色恐怖个时代，有通把家己遮个作品烧掉，但是有若有一挂作品会当留落，总是。咱伫遮会当看出杨贵，伊个戏剧内底所应用个音乐个素材，所应用遮个歌曲，我想今仔日咱阁继续个节目，会当伫即个所在来甲即个杨贵先生个戏剧内底精神，透过伊遐所应用个一挂歌曲，遮个歌曲伊范围非常个宽，伊风格嘛非常个广泛。咱即摆就来继续来开始，第一个就是四季风啊，咱即摆开始四季风。是靠勉强的实在吼，甲交代规部袂使偷讲这段给我就好。来，你请坐，你请坐。楼顶落落呀，下趟落啊。今仔日吼，阿伯啊，啊我去讲话，我讲。今仔日是杨贵纪念音乐会吼，毋是李林秋纪念音乐会，所以歹势吼。杨贵伊咧写这个时阵有笔误，还是讲以前有听迄别人安尼唱，对啊，李林秋原来做个词有点啊无同款，所以吼，手感也歹势。今仔是张伟贤囝吼来。咱无个款，无爱管伊啊！会使袂？会使啊袂？也袂使，我搁讲笑话好无？会使甲记者个。注意听我歌词内底吼，含李林秋的声无同款吼，来。